有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从上海这边。有下了，又上了。有吗？还是没有踏电慢，算了。我是有线拉太久。啊？我这剩下哦。すいません。あ、いいえ。すいません。券换了这个两天票。嗯，thank you.
而且我偷看了很多天，想说我们的浴室是哪边，应该就是那个啊，有玻璃的那一个。我根本没出来。就是这个亭子，亭啊，亭旁边这一个。那你但是我觉得这是女生的，那你们男生的在哪？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对啊。这是女生的。那男生的呢？可能面向山上。你真的都还是没有出去啊？都没有、啊。我发现我都是里面泡五分钟，你总共泡几分钟？泡十钟没有泡。那你可以拿先算一下吗？反正我就是下去大概。你看你们男生，你回头就在那边。对啊，我就说啊，面山吧。我大概五分钟就受不了了，然后我就出去了。出去大概也只能撑五分钟就受不了了，所以总共泡十分钟，每天就为了这十分钟，晚上十一点才洗澡，累要死，但是很舒服。洗完就睡就好。嗯，今天人又更少了。对啊，你说他们会来玩六日一这样子，会玩到六日一二，是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那个现在几点？八点四十吗？哇，那么早？我不知道，还是已经八点？通常我们穿啊什么的都会搞到，我猜跟昨天也差不多。早十分钟了，我看不到我的手表，奇怪，看不到指针。嗯，哦，九点吧。对啊，每天都差不多。然后九点没有几道划过的痕迹。有啊，不多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不多。滑去缆车站，滑去另外一个缆车站。
拍张照。哪边好？我又想把树拍进去。这树很漂亮啊。你要帮我拍吗？往上不是吧？往下嘛。往下啊，是我来拿给你啊。我的手套昨天都有喷了。不管，你给我用手拿。那你等我。你也不可能用手，不是手按啊。那你等我久一些。还好不是太冷。要有山有树哦。你要知道。有树就是很嗨。对啊，就很嗨，没有半身没关系。你要不要？我不要了。难得有没有下？你不要每次都按掉，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检查，我就还要打开检查。如果不满意，我要再拍呀、啊。哦，好。因为你拍的我大多都不满意啊。因为我大多都，我的为了省电这个习惯。我就说半身就好了，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半身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两个都拍了。好 ，OK 吗？勉强。没有，你真的不要。没有。难得天气都好。今天叫天气好了，没下雪。明天会更好一点。是的吧？我就等到明天好了。哦，我明天也要拍啊。还是。为了要记录变化，好啊，那你下去，你就先准备下去。好，一二三，有人。你有要半身的吗？好，我等他们先。你要检查吗？不用，随便哈。拉链拉好。好。
脚踩上去，舒服，不小心都挂了。早上就会，然后大陆人不把鱼卵放好，很讨厌。对啊，那时候大陆人真多。没事，大陆人真多。现在就是先跟你讲说，你大概应该不用推了，或者你都上缆车那里推一下，往十四度，就是一路冲的感觉啊。大概是下去右转，看到缆车站之后就是下去这样。我印象中，从我们这边绿线拿到的加速比较多。比昨天滑的那个，因为昨天那个距离太远，太大了，的加速比较少，大老远冲过来也没了，也没力了，气。
是不好啊，很难滑。不过我们在新野，我希望都是晚上下，白天不要下，这样一下晚上就挤好了。不过我在新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下很大，不是很快的风。测的数字放进去就在一天放一次，它就对，感觉它只是一个荧光预防棒。我觉得它不是温度，原来晚上我本来以为那里有个人站着，现在看那是一个洞。嗯，我刚刚以为一直有人在那里。不、哦、下来，好可怕，看起来好可怕。实际这样看又还好。抬头看觉得很高哎、欸，这种坡度，这种坡度会很需要它，现在会很需要它的协助一点。但是他们并没有滑这吗？嗯，不，这个是那个哎、欸，巡山员。对啊，没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是干嘛？是巡山员，他们在检查棒棒。那里就不是棒棒了，边边的棒棒他们也会检查，他两声，他哔哔哔的，哔哔的，他就警告那个人来，哦，不可以，叫他回来，问他问他要不要帮忙还是怎样，不是，是要他回来，他一直这样挥，可以没收雪票的哦，对啊，这是警察员，但是这左右是红棒棒，难道这里是红线吗？是吧？嗯，不行，这里很陡哎、欸，这里算陡，这前头算陡的吧？嗯，然后还要玩树林，然后就撞树。一棒棒出现，哇、啊，有够荧光的，感觉，感觉就只看到那个亮，其他的是黑吧？还是？我只是想休息一下脚。而且要到了，那我也放下了。哎呦，腿很比较短，所以其实我会把打到。前才能避掉那到下面都是白白的。Thank you.
有这个东西打在那边，我两个一起拍，我拍的啊，但是我想拍，但好像也拍不是很到，算了。你要拍吗？我在感觉脚胶。啊，买张。真的忘记拉，他低头看一下，没事。去哪会忘记拉？会啊，又不是。有拉吗？哦，你会想要试一次这个吗？啊？那天你说先去逛，之后再说。之后就没力气了啊。我们还有三天可以试。今天就是去，然后一直滑。就会挡在前面，很难下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大讲。前面宽多了。嗯？前面宽多了。你说就走。
在后面看到你结尾。哦。像是有车子爬上去过啊。嗯，你说两个轨道？对啊，他这样压过反而这车子走这嘛，他把它铲到剩下草都出来了，我看他铲到多远。哦，你说铲出这条路哦？他不是，他这看起来是两个履带这样走走走。而且这个就爬爬爬爬爬，就这样，他就这样走进去了，还是走出来？那他接着去哪了？他是整右边这一个连接道吧？这是绿的，必须要压。浅浅的。
你看这边，这边一定是这边下来的地方，还没有人踩过的。先走。而且啊，我以为是这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要看到琳达。我在屋子上面。哦，是哦，好，我错了。你看，我有三角啊，但是不是很会动而已啊。啊，都我害的，都我害的。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在上面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上面那条线，只是它换来的动力。踩到自己的脚。我真的以为是这里耶。哎呀，然后我有注意我的右脚，我现在右脚已经比较顺了。
外套。是哦，你怎么跪在那里？就撞进来，一只脚，一只个板。你的脚弄到什么红红？撞了这个，太厉害了。鞋子板子都红了。对啊。哇，你怎么了？掉冲力。还好你没有撞到别人。没有啊，我就是前面有个人不想撞到他。晚一点再进去。地方都是轻轻的，膝盖也完全是轻轻靠上去，也不是撞地，所以没什么事。但是我今天的体力大概只有平常的一半吧。为什么？我的酸痛是今天才开始。我的快要不酸了呢。先讲，待会儿啊，那个下缆车那一段的啊，你就尽量不要刹车，然后我也会没刹车，我就撇过去。反正左边我会有一堆橘棒棒，理论上就是这样一直横着切过去这样，就是理论上你左手应该都会有橘棒棒。你还是就走在我前面。对啊，我会走前面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冲多远啊。你要出发前叫我，我跟着你啊，然后我速度又没那么快，我就一定会在你后面。你一定会在我后面，但是有可能我会越跑越远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要走的时候要叫我啊。就出发就走了，缆车刚滑下的时候就要开始加速了。但是前面有人啊，所以就。又不是路都你家的，就看着啊。大多数人都走左边岔路啊。
这一段都不会压，就是。斜的哦，对啊，那我看到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人要撤过去。嗯，没有，有没有没有，他没走啊，哦，所以就一直往上冲，对不对？那不是上，那是下去。哦，那走了吗？有人要走那条路，他过得去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啊，他走了。他只是利用高度，然后去弄一下来。想要去蹭一点东西，都没有。你到底要不要去啊？要啊，我在看有没有要去啊。有又怎么样？没有又怎么样？你要走？有又怎么样？没有又怎么样？嗯，站旁边一点，站旁边一点，不要挡路啊！你没有要走就站旁边一点。
边 NV 应该是第四个雪场过不去。嗯。然后白华，白华到底是不是希尔顿？我白华是，白华就是刚刚地图上就写白华就是 Two Village。Two Village。嗯。那为什么我没看到缆车啊？我是说我们回来的时候的贡多拉嘞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是 S 第四 pair。好，我再瞄一眼。好。这样我们要怎么回来啊？不知道，你可以问 Tandy 啊。没有，回是回得来，只是我不希望追太远。再不济我就要坐公车。NV 联络道路过去才是，不是白华吗？白华就接回去了。白华接回哪里？但刚刚那个地图明明写，而且刚刚写白华写没有 NV， 就是你 say 过你 say call village， 好，还要切过去才是对的。嗯，还要走这，走这个牌子这是吗？右边那边。这要拖鞋用走的、啊？可以啊。这突破太陡了吧？这样子上不去。也可以。对啊，你看对面的人也用走的。因为我的目标很明显，一定要看到广州了。哦。现在大华就让我们踩。糟糕！为什么我踩到很深的地方？只弄得我的小腿上痛痛的。那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太冷了，对，太冷，手没有办法。哦。让我弄一下哦。刚刚走一走，觉得脚痛痛的。
边高左边低，往左一点之后，我们的绿可能中间都要尽量。好累哦。红线650，下面那一条，他们应该都是爬去那三条吧？那三条黑色的。嗯，好，所以我们肯定也不会去滑这边，因为还要爬。嗯，也不是还要爬。这边不知道进得来进不来，他们干嘛用跑的？进不去，还是在中间其实是凹下去的地方，搞不清楚。而且它方向是这样，那它往回跑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先不管。往回爬，往回爬，然后滑下来啊。干嘛那么累？自己在那边。洞也不好走，现在地 the local cafe， 然后这个雀也没开，这个雀，然后好啊，这边应该我们路线不管怎么选都不会去到黑线，就
就是一直往下滑的。Okay, let's go. 然后这边看起来非常的危险。嗯。这一条是最危险的撤退路。嗯。或者是说，我们先下这，还是要推这啊？万一我们中间受不了的话，可能来这里上去再这。万一我们中间就觉得受不了了，这边可以下。不对啊，那个缆车，你看这条，哦，它是滑下来。我们的目标是这里，这一条。也可以今天吃饭就先在，这是 Rest House， 绿叶在哪？绿叶是这一栋。今天吃绿叶，明天吃希尔顿。哦。那个就是那个第四啊，我们不要去啊，去不了，去不了什么意思？或者是说，他说这里走200公尺就可以走过去，你要走吗？下面没有地方接我去，完全没有。啊，全明明是全山啊，这个山跟羊蹄山类似，是环状的，他们下面都是分隔开的，中间都有山沟，嗯，所以你过不去。哦。随你滑，随你滑。下去要走哪边？走左边。现在才看得到，还看不到哎、欸。对啊。啊。你不用哈、啊，啊，这时候比拉夫已经是最好的。哦，好，下去了。对啊，随你走、啊。这种算绿的吗？这里都是绿的。下去的路是吗？那里是红的下去的路啊，这里可以下。应该刚你的地图上就有绿的加红，就这一小段，是不是就这里？可以。下去吗？就下去啊！我在等立老师。你等什么？等立。哈？等力。哦。
好像才是红色。这样可以啊的。往哪边？往左边，往右绿，往左。还不要嘞，上午要累一点，下午才滑绿线。那我上午就已经没力了。这样接下去之后，左边前面往左是绿线，往右是红线。先滑绿，先休息一次，好吧？我是说，先休息一次，我们再来滑红。坐广州啦，不就是休息啊？对啊。可是现在几点？不知道。你刚刚看手机，不会顺便看？啊，我看，我刚好看。你刚刚不在看手机吗？我看地图。10:13。坐广州来就是休息。会不会这个到时候很太平，被推的要死？
好哎、欸。但是肯定比红的好啊。嗯。好、啊。没有，我们之所以觉得不是很烈绿，因为是它压过，所以会有啪啪的声音，我们会害怕。这是黑哦。啊？这是黑哦。黑啊黑啊。米索西鲁，它叫米索西鲁。真的，它叫米索西鲁。什么米索西鲁？第一条线叫米索西鲁。是鸟哦、喔，它在弄吊雪。我在想说哪里拍照好。没有。就它啦，它一直弄，它故意一直弄，它在戏弄人吗？没有，吊的是你左边那边的。但是是它弄的吧？不是吧？要干嘛停下来？是联络道，却不像联络道。抖抖的、窄窄的联络道。好、啊，这叫 unforgettable。掉下山的恐惧，你刚才拍环景，你不要到，我要去你下面。所以它叫 unforgettable。我身体也不对，我要从哪边开始拍呢？你可以更下面了。红线，嗯，看到红线了。我觉得这个比红线难滑。我觉得啦，你觉得嘞？有可能。不好拍哎、欸欸，你又跑我下面干什么了？你还要拍哦、喔？那我就下去了。因为我被这前面挡住，好像也不好拍，应该去旁边。真困难哎、欸。
你选的，我叫你说红的早上比较有力气。我应该帮这个路拍一张，说这个是绿线，这么陡的绿线。这边这样风景比较好，我来这里。这边是 Hilton 的 Village， 看到的风景跟我们那边不一样，只能看到羊蹄山的右半边，很陡的绿线，窄窄的。很陡吗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走这种硬硬又窄窄的路了。对啊，因为前几天爽过头，现在碰到硬的还紧张。右边黑直接接，左边还是在那边弯弯曲曲。好，走右边。我们下去吗？会不会有断差？不，稍微凹一点。说明是刚是因为这样，那个小朋友才选了这边。我想说小朋友没来绿线，我们两个去绿线，然后小朋友选了红色。小朋友选了红色。
干嘛？我本来要帮你拍啊。用不着啊，因为我也没力气啊，我也在乱滑，没力气。不会啊，这边很好滑、啊，这边很好滑、啊。我们有走错路吗？没有走错、啊。就是，嗯啊，嗯。下去了。不是这里哦，是直走。我以为是这里。我以为是这边，我刚刚走去，哦，松松的，还是你要滑松松的？不要不要，我没力气。好啊。走错路了。我走到最左边了 ，Rest House。嗯。所以上去之后，走右边的连接道。走。应该是面对路，我下车以后往右走。对啊。我们刚一小段红线再过去。所以我们刚刚不应该右转，是吗？下红线后不应该右转，继续走，应该往左边走。不对啊。我们刚红线的时候就走到这边了，我不知道前面有岔。嗯。有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注意，我就以为没有路了。我脚好冰、喔。我也觉得，第一次就没看到。所以我们在 Banzai Chair。万岁。Banzai？ 我不是 Banzai。不是 Banzai。还要日文发音。Banzai？ 他的衣服跟那个叫什么？有 Evergreen 的老师的衣服好像。那一起上还是一人坐一场？一人坐一场。好，你先。我先走。对、啊。来。脚、哦、很痛的那一种。
很痛对不对？踩脚胶。哦，不要，我算了，懒得弄了。没有，踩脚胶。有，懒得弄了。真的、哦，那我弄一下好了。我今天脚几乎不酸了耶。今天再酸。我完全几乎不酸了。加上紧张啊。啊，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啊。有没有小动物？有休息就有好的，啊，拍个照吧，去前端啊。这是那一道吗？
我有点眼花，看不清他，看不清楚他的造型。它的中间是斜斜的屋顶还是什么？嗯。我偷偷加亮。今天都这样。欸，如果这时候开鲜艳，它会发生什么事？开什么？它鲜艳了起来吗？鲜不起来啊，又没有颜色，要怎么鲜？没有颜色。嗯，还要帮我拍一张吗？好啊。这是今天最多的羊蹄山了。等人走哦，天哪，他就要站在那了。我挡得住他吗？他走了，其他人来了。好，后面就没人了。刚刚好。好吗？很好。我可以举手吗？举手会挡到他？不会。啊、要不要关啊？你要不要拍拍这里不错？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为什么都不要？就还好，明天可以吧？又没叫你拿掉口罩。哦，不错，拍的不错 ，nice shot。刚整个手机进到水里面，稍微。刚才拍环境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我刚才环境哈，对啊，这里那么。快点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快点，快点，嗯哼哼。我觉得拍的不好哎、欸，气死我了！再来一张。看一下，好，我好了。你在干嘛？啊？沿路往个。你说灰色那一栋？对啊，但不过好像到不了，太远。我应该不是说今天去绿叶吗？你要吃午饭哦？是还没。对啊，今天做一趟贡多拉吧。好，先那就想办法去希尔顿啊。怎么去？这个绿的直推到底。大概中间都不要刹车了吧，我猜。好，走。都是你先。为什么？我就会走错路啊。这没有别的路了。
到我的，为什么妈妈那么前面呢？你要尿吗？我其实还好。我也还好，我没有想尿。等我还没脱鞋。这车只有到三点呢、欸，不是三点半。
不是一个房间，就是一个屋子。对啊，就不是啊，它是公寓，它就是说它是自己叫度假公寓。嗯，对啊。真啊，有行有市吗？他就都只开这样啊。他开这样，但有人真的住吗？就是有啊。哦，有钱人。而且他都要发什么？折价券有的没的什么的，但是那个折价，只能说贵的再折，到底好不好呢？拜托，我们星野12500就嫌弃他了。嗯，这样算起来星野就不贵了。那星野的话，鞋厂也是还好。我是说，真要练习的话，那些都 OK。然后之前那个滑雪店老板说，什么星野的精华是要去那个拿那个证去逛树林。我不知道啦，如果都是以追求松雪来讲，今天好像算是个没什么的店。我的脚真的不痛了，真的是要撑到第四天。我是今天酸，我今天只能做动作矫正练习。你有看我今天？你今天看我滑一下啦？可以，下午应该可以。我是说，我觉得我今天有滑比较好了。因为今天坡度比较好，我要去跟 Tony 说。说什么？我今天脚不痛了，他呢？他们才第三天，他们第四天。他们少我们一天了、哦。那他们第一天有滑、啊。哦，也是。
要累积到26码。
巡山员，预备弄，有可能哎、欸，因为他好像拿了一堆棍子，三个红色的。有点冷，下面的右边岔路了。
然后左边就变绿的了，再进去，去那一个台子那边再念。好。不是这哦，不是这吗？不是这个吗？不是啊，我说不是这个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还是前面还有？可以从前面冲进去吧。所以也不是左边这个哦。下面是走左边还是右边？我不记得哎、欸。我记得好像走左边，再看一次吧。那这看一次会就没动力，就上不去右边了。你要不要看？你要不要看地图好了？你要岔岔。因为你现在歪一歪，最后是右边，然后感觉右边有点往上翘，然后觉得我们会过不去。往上翘，那是平的啦。是吗？是啊。不过既然你那么担心，我没力啊。你刚刚，我们两个都有在那里停下来看。然后我们停在那又可以继续往前走，所以你啊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嗯，走左边，左边是红线，右边是绿线。我们是刚刚上面被整得要命之后，
就决定要走红线，就是左边。哦。平的，我就跟你说这里是翘起来。什么叫翘起来？这里明明就翘起来啊！这里明明就有翘起来，但是用不着你推啊。这个视觉啊也看起来很陡，但滑起来还好，用眼睛看你不觉得很陡吗？你要帮我录吗？不要，还不要。哦，我现在还没有习惯。我先吗？随便你啊。
先继续先下、哦、好，你在拍照是不是？我解传讯息的，噔噔噔。好、哦、好。你不是要下去吗？啊？为什么还在我后面？你不是要下去？往下！而且我会用到的肌肉就是身体长好远，所以这只一直下滑。嗯，对啊，我也知道。我的这边就几乎不透，所以滑起来很轻松。很好啊，我滑的还好吗？还不错。哈哈，下去了。
痛，好危险！被旁边太硬了。我觉得我们每次都错过，都要坐去这个。我们滑下来的时候又错过了，所以。就看到一些橘条条之后就要切过来了。啊，你是说其实我们不用坐这一下就对了。啊，绿色直直冲。对啊，对不对啊？直直冲去哪里？欸，对齁，我们没有要去希尔顿吃，还是今天去希尔顿吃？所以都可以啊，好啊。如果是去绿叶的话，就是前面看到有个红线要往右走。今天吃好一点啊，今天时间比较多。好，那去希尔顿，那就是一直直走，一直直走，就刚刚的路嘛。看着，对啊，绿线。现在是没有办法加速。你可以利用高度，这样嘛，右边一点，就不用高。你干嘛跑我前面挡住我？因为我一直要慢下来啊，所以我只好跟你换边，让我下。你先啊。现在是靠左侧，对啊。好吧。不会这都不能刹车吧？
超合成。全山为什么不能进去？最高这里一个环形，你看下面这些都是危险的山凹进去的地方。嗯。通常山凹就表示有河啊或什么的。嗯。那些是根本就禁止进入。哼哼。那你说为什么接不起来？就是接不起来。就是从山顶啦。所以只有山顶才接得住啊。嗯，好，走，走。你看七点半吃饭刚好，他就不用休息，就今天时间比较少啊，因为他就三点就要来赶来坐车，不是吗？是美丽，所以什么都好。很大块、欸，西塘哦。从哪里呀、啊？最上面。但是它是平的啊，还是侧边的冰柱？不知道。小包回去影片我都不知道。哪边？这里看起来看起来比较危险。这里没有啊。右边这个门吗？反正是他那有血，是不是？从哪边进去？你要从爬楼梯哦、喔，为什么要爬楼梯？这有个门啊。对啊。那我刚就要直走，你就在说右边。这里是左边这里。管他，进去尿尿。去尔顿尿尿，然后再去吃饭。哪里啊？这个。哪是啊？这是刚刚，这是缆车站的。哦，对，里面什么？是雪具店。你的雪拍掉多一点。这什么这？要先尿尿吗？要先尿尿。好、啊，看到了就去。关，来。好的。